迎大家收睇我哋美东视电台嘅《若有所益》。Hello， 大家好，喺度第一次同大家见面，我系安楚彤。系啦，其实咧，我应该咧称呼我隔篱呢位嘅拍档咧叫 Dr. 安。哦，唔敢当。因为咧，之前咧由识你嘅时候咧，我觉得你系好似一个瘦女咁样样啊。瘦女。细路女啊。细路女 ，OK。都系瘦女嚟嘅。不过咧就唔系以前咧皇帝选妃嗰啲瘦女 ，OK。但系咧。我記得我認識你嗰時候，你係仲係讀緊書啦，是啊，就未曾畢業啦。嗯，依家終於都畢業啦，輕鬆曬啦，可以多啲同大家喺度見面。冇錯啦，咁而且咧係大個女咗啦、哦，你睇下，著住一件嘅唔係醫生袍咧，係藥劑師袍。嗯，其實都一樣嘅啫。係咪都係嗰個袍嚟㗎？係嘛？都係嗰種袍嚟嘅，依個咧依件衫有歷史嘅，陪咗我咧就行過六年嘅時間㗎啦，喺學校已經。哇，六年都咁新淨啊，即係洗得好好、啊、喎。所以我都要帶住佢嚟上電視同大家見面啦，因為咁樣安全感啲嘅，係咪有啲親切感啲咧？好似小朋友啦，你有冇記得小朋友細細個咧，一定要攬住個公仔，或者攬住條毛巾啊，咁佢先覺得嚇、啊、有安全感㗎。真係有咁嘅感覺，聞嗰陣味好似都仲有啲學校嘅感覺喺度。啊，學校嘅味。但如果你咁講咧，我記得以前同你做一啲傾偈節目嘅時候啦，咁你就話。哦，你都會有啲實習嘅經驗啦，一定要實習啦，畢業之前係咪？咁即係話呢一件嘅藥劑師袍咧，陪你去過醫院啦，唔同嘅藥房啦，唔同嘅地方係嘛？係啊，或者係啲研究室啊嗰啲都有經歷過嘅，所以漂白咗好多次啦，所以大家見到仲係咁新淨，咁新淨 ，sorry。非常好啊，其實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好難得，六年一個大學。的生涯啦，同埋我記得你講過都其實係好辛苦喎，係咪啊？係啊，所以我知道可能大家譬如學生啊，依家準備揀科上大學，或者譬如啲家長好關心自己啲仔女嘅課程啦，想喺度同大家第一集嚟了解一下我哋藥劑依個行業，即係譬如你需要啲咩嘅 education 啊，或者之後嘅前景係點樣噶，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喎依家。前景應該係冇問題嘅，因為我見到咧喺我哋嗱呢個節目唔單止係紐約睇㗎啦嚇，我都要話俾其他地方嘅朋友聽啊，喺我哋紐約嘅唐人街啦，有華人嘅地方啦，其實咧一個。街口可能有兩間嘅藥房啊咁嘅喎，即係以前我就記得好多年前咧，就一個街口有兩間銀行咧已經好緊要啦，即係證明我哋華人咧就好多錢啦，好多嘅投資啦，所以方便佢哋。咁變咗咧銀行咧喺華埠咧就好多嘅紐約華埠，但係而家咧藥劑師咧揾工好似要多喎，好多藥房喎。不過好似你咁講咧，即係或者大眾認識嘅藥房都係喺平時街邊啊開間鋪頭嗰啲就比較商業性咯。但其實藥劑係有好多方面㗎。我咪慢慢知道啦。係啊，醫院入邊又有啊，藥廠入邊又有啦。或者你好似我哋依家個 degree 啊，讀完係可以做教授㗎啦，嗰啲都係有㗎，好多方面嘅，唔淨係話我哋平時去藥房攞藥嗰啲係藥劑師，係專業嘅藥劑師，但係其實。係咯，好多方面可以發展嘅。哦，即係話咧，其實唔係淨係話著住件袍喺藥房度見到，即係如果你都可以，我唔中意同人講嘢嘅，可能你可以喺醫院度做一啲嘅藥劑嘅化驗啊嗰啲咁樣樣。係㗎，係㗎。甚至都譬如嗰啲我哋知道好多保險公司啦，入邊都有藥劑師嘅喎。所以如果你中意坐 office 咧，可以揀嗰啲。就日日都係對住電腦啊，嗰度做啲 research 啊，譬如話我依個保險要包啲咩藥啊，嗰啲都係藥劑師喺度做嘅。咦，好 interesting 喎！我覺得即係我哋嗱，好膚淺啊！我自己本身成日以為藥劑師咧畢業咧就係一係開藥房，一係咧就揾藥房嘅工，咁你就一定有出路啦。咁其實原來出路更加多。係啊，所以例如我得閒咧，我第一集我一定要同大家喺度講多啲，等大家了解多啲依個行業先。因為有些朋友我覺得有些學生呢可能未曾摸索到自己的興趣，我成日都見到他們都不知道自己讀什麼，但是你又要選科隨便選了先啦，到時讀讀下呢發覺自己有其他不同的興趣的時候呢就轉科啊，這樣都可以的。是的，我就是覺得這樣都 OK 挺好的，因為美國就是有一個自由咯，是不像得好像說中國大陸啊，你一定好像考學校都是一次機會的。
我唔知嗰啲大考咧，佢對佢嚟講係好重要噶嘛，即係要幾日唔瞓啊嗰啲。不過美國好咧就好在，就算你揀咗藥劑，你遲啲唔中意啦，咁你都可以話，譬如轉醫生啊、護士啊，咁都係有可能的。即係你個學分咧都可以轉咗過去嘅，係啦，唔會嘥咗你嗰年嘅。唔會嘅，睇下你修咗啲咩科，如果係相同嘅話咧，嗰啲係唔會浪費嘅。咁即係話，如果你嘅子女啦，或者你本身啊，你都猶豫緊，唔知自己係中意做護理人員啦、啊照顧人嘅啦，定係做醫生啊，定係做藥劑啊，有冇化驗師都可以包括埋呢啲藥呢啲嘅科目嘅咧？即係你讀嘅時候唔會嘥咗佢咧？都會嘅，係啊，都會噶。係咯。同埋因為藥劑咧，就譬如話你有啲唔見得血啊，見到血會暈啊嗰啲做藥劑先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嚟㗎。你喜歡跟人溝通啊，那我們上班當然每天都會跟人溝通啦、錯寫字又有，寫字樓又有，你要做化驗又有，是很多的，很多得選的。那聽下呢，如果我，我就做不到這行的。為什麼？因為呢，我記性不好啦。哦。第二呢，okay. 就是，雖然我喜歡跟人溝通，但是呢，你經常叫我困在一個地方呢，又不是那麼適合我的。OK。所以呢，藥劑來說，至多咧最好嘅咧就係唔需要見血，因為我好驚，我唔係驚血啊，我係驚見到人哋即係啲傷口爆或者整親咧，你會見到血肉模糊嗰啲咧，我係唔得嘅，我忍受唔到嘅。咁、所以咧，你話對住化驗啊，望住係咪顯微鏡啊嗰啲啊，嗰啲咁樣就 OK 咯，好玩咯。同我最中意咧就係喺個 lab 度咧。一 drop 一 drop 咁滴落去啊！係啊，咁你係咪好中意煮嘢咧？咁我最又唔係中意煮嘢，可能溝酒會中意啲咯。下次溝翻杯俾我。係咪啊？其實真係都幾多元化，我覺得係。係啦。咁今日我哋嘅若有所益咧，就第一次同大家見面啦。咁跟住落嚟咧，有一個嘅 doctor 喺我哋個節目裏邊啦，咁所以有好多嘢咧係可以提供俾大家嘅。咁我哋休息一陣先嚇。好啊。休息一陣之後翻嚟咧，再同大家講下。詳細啲介紹呢個 education 方面。喺教育方面，點樣成為一個藥劑師？係啦。哇！有著數啊！快啲攞部手機同我一齊去美顏坊攞資生堂激活肌膚免疫力精華 sample 啦！真係咁著數，資生堂激活肌膚免疫力精華唔係平嘢嚟噶噃，而且好適合我哋東方女性皮膚，我日日有用噶，免費攞嚟旅行都唔知幾方便。係呀，只要去布鲁伦二十大道68街606号嘅美顏坊掃一掃個微信 QR code 就有一份啦！快啲攞埋個智能手機啊！啱曬，我順便買啲資生堂、Shiseido 護膚同埋化妝品先。咁喺布鲁伦二十大道608号美顏坊見啦！火鍋專家鍋大爺出品與別不同，食家爭相讚頌。極品肥羊 A5 和牛 Mr. Beef 鴨胸味味新鮮，盡在鍋大爺。游水蝦、游水瀨尿蝦、水晶蟹、皇帝蟹、原隻澳洲青面鲍鱼、酱炖蚌，尽在锅大爷。粥料汤底、爽滑手打、墨鱼丸、虾丸、虾子鱼面，尽显品味，尽在锅大爷。火锅专家锅大爷在法拉盛王子街39-16号 G02，电话718-939-3334。宝龙人八大道5306号，电话718-633-5197。营业时间由下午3点至凌晨2点。锅大爷。好啦，頭先咧就同阿安彩彤咧就講，佢話休息翻嚟咧就同我哋講多啲關於係教育方面啦，點樣咧係等多啲嘅鏡頭前嘅朋友咧知道，如果你選科啊，又或者家長點樣去多啲關注下，喺邊一方面令到啲仔女咧容易啲入行係咪啊？係啦，即係第一步入去讀書先啦。係啦，咁首先我覺得最重要咧，大家要了解乜嘢係藥劑師咧？究竟係藥劑師係會即係平時啲工作係會做啲咩嘢？咁子謙，你對呢個認知有幾多？我個人就以為藥劑師一定同藥有關㗎啦。應該係熟悉每一種藥嘅藥性。
當然。啊，藥同藥之間有冇咩嘅作用、副作用啊？咁、嗯、你有保障我哋每一個食藥嘅人，或者同醫生有個配合。咁我認為藥劑師就係對藥物係非常之認識嘅，就係、是、咁樣樣。係啦，講得非常之好。咁當然藥劑師咧就唔走唔甩啲藥噶啦。係。好似你講到同醫生嗰個醫生、病人同埋藥劑師，我哋喺中間嘅、嗯，就係嗰個橋梁嚟嘅、嗯嗯。因為我知道有好多病人咧，好平時去睇醫生啊，或者咩等等好耐噶嘛，係咪？咁、佢其實都係為咗問嗰一個問題。咩問題啊？即係佢自己有一個問題想問咁，跟住又要預約啊，係嘛？咁其實藥劑師咧就係、是、一個比較方便去俾病人去問到嘅，係啦，查詢到嘅，查詢到嘅。咁譬如你可以打電話，你逐聲講中文係咁。係啊，唔好意思啊，原來我啲中文會更加好嘅，會更加好。你已經講得好好啦，對於呢啲即係讀英文多過中文嘅人嚟講，我唔係逐聲嚟嘅。哦，係逐客啦，即係你講英文多啊嘛，咁所以即係可以能夠。將你的英文思想轉為中文已經很難得了。是因為有時候都挺難，因為我們學這行呢全部都是很技術性上面的東西、嗯、我有時候都轉不過來的，是吧？ Anyways， 那藥劑呢其實是一門科學來的咯、嗯譬如你說去包括準備那個藥啊，跟著再配送啊，跟著 label 那個藥啊，即是標籤呢，還有到一些輔導個病人嗰、所有一切一切咧，都係屬於藥劑師所做嘅啲工作。工作。咁你所講，我覺得就係喺藥房裏邊成日見到嘅藥劑師咯。嗯、譬如話，我哋配完揾完醫生睇完啦、就去等藥啦。咁、我見到藥房後邊嗰位藥劑師就好忙嘅。就係睇睇住張單，執藥。即好似我以前睇中醫啦，咁、都係有個人喺前面執藥噶嘛。但是藥劑師呢一樣都是這樣執，不過藥劑師你講到標籤這件事，是不是他要很肯定這隻藥和標籤有關？是啊，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呢其實都很大的 liability 在這裡、即是我們有責任去保證個客人得到的資訊是完全正確的。譬如其實你剛才講到說執藥啊嗰啲、可能好多藥房入邊都係一個 technician， 一個技術嚟嘅。係啦，係一個或者一個藥劑師會 train 佢出嚟做啊，所以好多技術上嘅嘢咧都係唔係真正嘅藥劑師喺度做。哦，即係藥劑師可能或者即係太忙啦嗰個地方，咁、可能會有一個唔係藥劑師嘅副手，係啦，係幫佢去助手執，即係然之後就俾藥劑師再監察。係啦。最尾嗰個步驟咧，都係要個藥劑師去做，跟住先至可以送到去個病人嘅手上。咁、嗱，我又見到啲藥咧，好似樣噶。嗯。咁但係我又唔明啊！你哋藥劑師咧，見到個藥一睇就知道就係咩藥，咁叻嘅，但係有千百萬種藥噶嘛。嗯哼。嚇、咁多隻顏色，你點樣去睇到？同埋你係點樣會知道你個副手啊？當下。嗯。或者自己本身。嗰隻藥你都要人擺落去嗰個位置，咁你先執噶嘛。咁但係會唔會有擺錯嘅時候？咁咪好大件事咯。咁人都肯定會有 mistake 嘅。係咯，點算啊？所以要 double check 咯，再 triple check 咯。哦。check 兩次 ，check 三次，呢啲肯定要噶啦。係啊。咁你頭先講到話，你可能讀唔到呢行，因為記性唔夠好係嘛？係啊，冇錯。係啦，但係其實係有好多。辦法去記嘅，譬如話你膽固醇藥啊，咁個膽固醇藥名咧，佢後邊都係一嗰幾個字，都幾個字母係一樣嘅。嗯。即係一個 class of 一 drug， 即係都係嗰系列㗎啦。係啊。都係嗰類㗎啦。嗯。咁只要係前邊唔同，前面就係嗰個廠名啊，諸如此類咁。係咯，就係、去分別嗰個藥咯。哦，咁但係嗱，我真係好。一定是不是內行啦、你見到那些藥是不是就是看它有多少個 gram 啊，然後去分它的成分，再看一下是不是每間藥廠其實它裡面應該的成分都一樣，即是裡面的元素都一樣、合成了粒藥。我想你是不是想問我即是關於副廠、正廠藥之類的？是的，因為你有很多一隻藥有很多不同的藥廠，
咁你就睇到最後嗰幾隻字就知係膽固醇咁。咁但係前邊嘅時候咧，你就知道係哦呢家係 A 藥廠 B 藥廠咁樣，係咪咁樣樣啊？其實咧每一種藥啊，其實佢一出去市面嗰陣時候，全部都係正廠嘅。咁呢間公司咧就會買所謂嘅 patent 啦，佢有自己個即係獨市生意咁啦。哦，即係買咗個專利。係買咗個專利，呢個專利咧係有譬如話三年五年啊咁。五年之後咧，其他個好多細啲嘅公司啊就會出副廠藥，咁會好多公司都會攞到嗰個權利嘅。每間公司整嘅同一種藥，個入邊嘅 chemical 係一定要一樣啦。但係你去點樣去整佢咧，就可能有少少分別唔同啦。譬如我哋煮同一個餸啊，你點整，你點煮，你落幾多鹽啊，嗰啲都係唔一樣噶嘛。所以我知道好多有時候病人咧，佢哋一定要要求嗰間公司，係因為佢哋覺得正廠啊嘛。係啊，正廠嘅好啦，或者就算係副廠，佢都覺得啊，好似食咗依間公司會舒服啲啊，或者食咗嗰間會覺得有啲作夢作嘔啊咁樣。我哋其實係咪心理作用咧？如果你政府監察你監督你嘅時候，你呢個藥就一定有咁嘅成分噶嘛？應該有50% 係心理作用啦，但係可能嗰個病人真係對某些 ingredient 成分係有反應咁咯。所以我哋都會尊重下病人嘅意見嘅。我以為有陣時咧，即係我哋成日俾個名咧，就會有道理錯誤咧，就係心理上正就梗係好嘅，負就梗係差啲嘅。邊方面先？哇！估唔到你又話個腦轉唔到嘅，你都轉得咁快嘅。笑我哋唔好咁認真啊！嗱，即係好似做正主席、副主席咁樣樣啦。咁通常以為正都一定係叻啲噶嘛，副嘅可能會後補嘅啫，咁樣樣輔助嘅啫。咁所以變咗人咧，聽完呢、這個副廠嚟嘅啫咁，咁佢可能心理上已經減低咗，冒牌咗係嘛？係咯，覺得係冒牌。其實唔係嘅，藥方面咧，只要你入邊嘅 chemical 係一樣咧，食落去都 OK 嘅。咁即係下次啊，嗱，如果我哋去配藥咧，聽見啲副廠藥會平啲喎，現所 cover 喎，咁唔使擔心啊。其實都係一樣嘅，至多係增啲咁多多成分係咪？但係裏邊嘅元素都係嗰幾種嘢。只不過多啲或者少啲咁嘅意思嘅啫。好啦，咁啊。都應該差不多休息一陣，等大家消化一下，然後回來呢再跟安楚彤再跟大家說。無論是大小企業或街坊生意，都需要有廣告。美國有800,000中國人，紐約市佔有170,000港元餘的中國人。如果你想讓紐約華人知道你的服務或產品，電視廣告會是你最佳的選擇。做生意賺大錢要做廣告，廣告查詢微信13478041210。無論你喜歡做什麼，都希望跟人分享，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呢？各行各业的大小商户都有属于自己的网页，你又拥有自己的网页呢？做生意要有网页。咁呢個係等於做醫生，畢業之前一定要派去醫院嗰度實習，係咪都係咁樣樣㗎？要吸取啲臨床經驗。啊，咁啊，臨床經驗對你哋有咩即係有咩作用啊？咪好處咯，其實好大作用㗎。點樣大？哇！你好認真啊，好大作用，真係好大作用。係咪？因為你書本上嘅嘢，你唔擺喺佢實踐，你點樣去學咧？每個病人冇即係書本冇可能係解釋每一個病人嘅狀況。所以人哋話點講，即係依個係我自己嘅意見啦，係咪？你睇醫生都要睇年紀，係咪其實越老代表越有經驗咧？
我自己一定係，我自己覺得係嘅。死火啦！我啲啱啱掛牌嗰啲冇驚一滴汗。咁經驗係經驗係要累積翻嚟㗎嘛？係冇錯。就好似我同你依家坐喺度咁，我好新㗎，我做依個節目真係好新㗎，好多都唔識咁，都要靠我自先生去。誒，冇講靠，大家互相扶持啦，係嘛？係咯，咁係咯，經驗一定要累積落嚟嘅。咁實習啊，依啲都係我哋課程之中嘅必須嘅，係要九個月啊，應該有九個月時間係要喺出邊自己去摸索。即係畢業前嗰九個月咧，就一定係要去唔同地方去摸索，去臨床經驗正所謂。咁其實啊嗱，我當你讀六年，即係第五年多啲，就開始要去。咁係咪學校會派你去嘅，定係你自己去揾嘅咧？學校會派我哋去。學校咧會因為你交咗咁多學費，你又要我自己去揾，冇可能嘅係咪？咁佢哋咧都會有啲 professor， 冇可能嘅咩？我接受唔到咯。但係唔係喎？聽有陣時候我朋友同我講：，喂，你有冇識啲藥房啊？我有個邊咩親戚啊，佢想做 intern 啊，咁樣樣。咁好似係自己揾咁有啲。嗰啲自己揾就揾工啦，要有錢啦，係咪？我哋依啲係。交學費喎，交學費係咪應該學校要負責翻呢個咧？同埋如果學校負責翻嘅話咧，佢知道我哋需要輔導啲乜嘢，同埋入邊有老師㗎，唔係冇老師㗎。即係你臨床嗰個經驗嗰個期間，即係你做工作嗰度都有個老師跟住。係啊係啊，入邊我哋會跟住啲藥劑師啊，或者如果你去修嗰一科咧，唔係話真係去見病人咧，你淨係想做啲 admin 啊、管理上行政嘅嘢都有。所以我剛才講到呢，其實真的很廣咯。你可以去學一下怎樣去當你做了 manager 經理的時候，藥房經理的時候，怎樣去 manage 你的人啊，所有都有學到。所以我之前呢，我記得有覺得挺好玩，我自己本身經歷的，就去到我們唐人都很熟悉的表圍醫院，它很大的嘛，而且是整個紐約市的醫院來的，我就有機會跟著那裡的 director，所以是去到很多不同的地方，見到很多大人物去開會咯，不是去見病人，是去開會。即是你都要學習開會的時候是什麼環境，怎麼應對啊，什麼狀況啊，這樣。那你坐在哪邊看的？是啊，就是坐在旁邊聽咯，吸收經驗啊，這樣。哇，作為一個小妹妹，你見到這麼多大人物，開這些會其實都是好緊要，係醫學上嘅嘢嚟嘅喎。係啊係啊，醫學上邊或者就算係其實金錢生意上邊都會接觸到少少，所以我哋真係唔好話咧讀醫學啊，係唔係真係一條路嘅咋？好多方面都會接，即係睇翻你嘅性格啊，可能即係你係對藥劑有興趣，但係咧睇翻你嘅性格，你就配合翻邊一個部門去做咯，係咪？係邊一行，即係都係藥劑嗰行，不過就唔同嘅渠道啦，咁講咯。咁我又想問一下啦。咁譬如我當你去過咩地方？譬如你同我講下先。咁我再問你。去過醫院啦，嗰啲必須嘅。醫院配藥嘅地方。醫院有自己入邊個藥房配藥嘅，或者有啲係醫院咧係每日需要跟住醫生去巡房嘅，都有。藥劑師都有跟醫生巡房㗎，係 啊，好好玩㗎。其實真係唔知喎，我成日以為跟住醫生巡房啲多數係見習醫生嚟嘅啫喎。見習醫生啦、護士啦都會有嘅。咁我哋嘅工作咧就係跟住醫生，因為都會提到病人啲藥㗎嘛。或者有時候其實嗰、那個佢個病人啲反應係因為啲藥造成嘅，咁我哋都可以提供意見。都係醫生嘅助手。我見到有陣時咧，即係啲。朋友啊，親戚啦，咁佢話：哇，今朝咧醫生帶住成班人嚟啊，咁我心諗，咦，梗係咧成班學習即係醫生仔啦，咁啊女人我都覺得要係醫生，我冇諗過原來有實習醫生，有護士，有藥劑師，咁呢個醫生咧就負責帶住佢哋即係講解或者大家係咪？咁但係如果當你喺個實習嘅時候就咁樣跟醫生啦。咁但係當你而家畢咗業啦，亦都係可以喺醫院嘅裏邊做醫院嘅本身藥房，亦都有咁嘅責任跟醫生去巡房。係啦，嗰、那個分類咧就係變咗你成為一個臨床藥劑師。入係講得非常之好，我有時候都轉唔過嚟。
臨床藥劑師。臨床藥劑師。誒咁幾好喎、啊，即係跟住醫生咁樣，我都幾輕鬆喎、啊、呢、這個工。係啊，幾㗎，即係有啲意見話俾佢聽，我呢次又點解病人有咁嘅反應呢，可能即其實唔會喺病人面前講㗎嘛。嗯。大家去開會再講，因為醫生可能帶你朝早巡一次，嗯、就逐個去再開會講，係咪咁樣㗎？係啊，都會咯。啊。就要識多啲臨床方面嘅嘢啦。咁、其實藥呢，我成日感覺就係流口嗰啲藥。咁、你講到醫院裏面呢，有啲打滴嘅。嗯。嗰啲都係藥嚟喎，其實。係啊，嗰啲仲危險添啊。係啊。係啊，我哋知道食落去或者都需要啲時間去消化，係咪？都係救得返、啊、快啲救到飲多啲水。嗰啲吊針啊、直接打入去你個血液入邊啊，真係好，真係好小心啊，一定要。係啊，見到病人呢插住啲血管啊。嗯。咁然之後咧就直接入去喎，咁我就最快嘅呢、這個係，但係最危險，如果整錯咗嘅話。係啦，同埋都要，如果喺醫院方面咧，都要睇下你喺咩嘢嘅邊個 unit 啦。我哋有 ICU 啊，就算 BB 啊嗰啲，其實責任都好重㗎。咁其實真係，我覺得做藥劑師啦，唔係淨係話即係依賴曬醫生，藥劑師呢個嘅責任都救翻好多病人㗎，其實都。係啦。所以醫生其實咧就可能對於我哋身體嘅構造方面啊，會比較清楚啲。係。咁就佢哋都會收關於藥嘅嘢嘅，就冇咁詳細咯。係。係啦，所以我哋一定要輔助佢。咁所以其實咧，我哋都唔好睇輕藥劑師呢一個嘅工作啊。咁佢哋都有好大好大嘅責任啦，即係每一條人命都關你事喎。係啊。咁尤其是講翻配藥嘅時候，你。黑眼瞓睇眼蒙蒙睇錯咁都好危險嘅喎。係啊，所以我自己本身咧就唔係喺醫院度做嘅，我係做啲我哋唐人所見嘅藥房嘅。所以收咗工咧，我哋唔係真係收工㗎，仲要喺夜晚喺度 check 翻嗰日做嘅藥單啊。如果有錯，要立即 call 啲病人啊。其實咁樣我覺得先至係做一個有責任心嘅藥劑師咯。哦，我有先知喎，即係譬如話我當呢間藥房係八點鐘打烊，咁你哋身為藥劑師，閂門還閂門，但你哋都要做好多 check 翻好多今日嘅單。係咯，我覺得應該係要咁樣做。咁但係就覺得還覺得啦嚇，真係會咁做咧？呢個就一回事啦。大家好啊，我是李子清，在这里我很想很简单地介绍我给你认识。首先就讲一下我的星座啦，我就是属于山羊座的，一月生日家，血型方面呢我就是属于 A 型的。那如果你讲我的年资呢，在广播界里面呢，我就已经由第14年进入去第15年啦。听我把声你都知道我的性格呢，都应该是属于比较乐观和开朗的。而我本人呢，一直呢都比较是追求美食啦、美酒啦，所以呢我是想过一个美丽的人生。而在嗜好方面，我相信我是属于一个工作狂。咁如果你再想多啲了解李子清，不如就多啲留意我嘅节目啦。喺美东视电台里面，我有生肖运程、若有所益、青青相识、三个女人一个虚同埋清心直说噶。好啦，希望以后喺空气中同你多啲结缘啦。有我真心打造，逢星期一至五纽约时间早上11点到12点，讲国际、讲时事、讲本土、讲生活，带你扩阔世界视野，同时仲会接听听众的电话，一起互动。节目内容会正到加零一，记得留意收听收睇美东视电台，有燕玲为你主持的加零一，记住啦，节目名称三个字就是加零一，到时见。其實呢，我覺得藥劑師呢，我相信都很有責任感啦，不只是說應該這樣做，或者你個人認為應該是要收工之後就要 check 下當日那些單有沒有出錯。當你 check 的時候，其實花個時間呢和精力都挺重要的。是啊，是啊，即
我知道其實一個藥劑師的工作每日的工作時間都不短的，十一個鐘、十二個鐘咁啦。唔係啊嘛，係啊，唔係做八個鐘嘅啫。醫院嗰啲就做八個鐘，所以好多人都同我講啊，點解你唔去醫院揾份工啊？但其實我自己本身就比較中意同病人直接咁樣溝通咯，同埋依個都係我想做依個節目嘅一個原因嚟嘅。係咩原因咧？分享多啲，同我哋華人社區分享多啲。我覺得我哋缺少咗，譬如話好似我唔喺呢度出世啦，中文都仲還算可以啦。咁樣我想學，即係將我學咗翻嚟呢啲嘢咧，同大家分享咯。所以即係你想多啲幫翻我哋自己同聲同氣嘅僑胞。係啊。即係有陣時我哋都係嘅，尤其是配藥咧，都好即係有陣時都幾幾感慨，就係、是。多數都係年紀大的朋友啦，啲哥哥姐姐嗰啲，佢哋因為成日都依賴食藥，長期食藥噶嘛，血壓啊咩都有啦咁。咁即係如果有一個即係責任感比較重啲，好用心去提供佢嘅服務俾我哋所有啲病人嘅話咧，我覺得即係係一個好有愛心同埋應該嘅，因為見到佢哋如果佢食錯藥或者有啲咩嘅時候，佢哋都係可大可小嘅喎。係啊係啊。係嘛？同埋都講到話，如果去醫生嗰度問咧，有時候又要預約啊，又要做好等啊咁。我相信好多公公婆婆啊，如果有一個係可以同佢哋溝通到嘅，又有耐心嘅小妹妹，我諗佢應該都會願意聽我講嘅。係，咁我覺得即係我由即係識你到而家啦，大家可以即係做到朋友，再做埋節目咧，我覺得都係。即係知道你嘅心係有個愛心喺度啊！即係其實做人咧，對朋友對嘅工作有個熱誠，有個心喺度咧，咁你份工作就做得好啦。咁啊，哇！你嗰啲病人啦，真係好幸福啊！即係嚟到，其實係真嘅，因為有時咧，我哋工作繁忙啊，有陣時都會幾有愛心嘅，幾耐性都好，可能嗰日突然間情緒有少少唔係幾穩定嘅時候，你個人都可能會掹整啲嘅，係嘛？但你都要懂得要控制自己的情緒啦，因為他們當然不懂得問你的嘛，而且他們沒有記性啊，他們真的會要寫下啊，姐姐麻煩你幫我寫下啊，怎樣吃法啦，這樣你都要找一個助手，可能要幫幫他咯。是啦是啦，好像我昨天這樣，我昨天上班其實真的很忙，我終於體會到什麼叫做接電話接到手軟了。我已經是聽電話聽到一個程度，我拿起已經是 autopilot 了，自動咁樣我已經講咗，即係知道我要講啲乜嘢。咁人哋講咩咧，我可能已經有少少聽唔入耳，因為即係太多電話咧，我一時間轉唔過嚟。咁我記得有一個病人咧，同我講咗一句比較印象深刻嘅嘢，就係可能我當時咧已經有少少煩躁，就冇咁有耐性同佢講嘢啦。跟住佢就同我講，佢話我冇錢㗎，如果我係俾得起嗰個錢咧，我就唔需要你哋去幫啦，係咪？我聽到依句説話咧，我自己覺得好感觸咯，因為因為美國政府其實對我哋依啲一部分嘅需要幫忙嘅人士咧都做得好好，但係有啲人咧係顧及唔到嘅，咁我覺得我哋應該係做醫生同病人嗰個橋梁，盡我哋最大嘅能力去幫佢哋咯。即係係咪當其時個病人就係嗰隻藥太貴？咁但係佢可能就熱燕梭又唔包，咁變咗佢就即係可能喺電話裏邊咧，希望你幫佢攞到一隻去幫到佢嘅藥，又價錢可以去負得起嘅之類嘅嘢咯。咁你咁上心啊已經？係啊，我覺得佢講嗰句説話咧，我自己真係好上心。咁你幫唔幫到佢啊？最尾都有幫到佢嘅。咁都好好。咁其實就係啦，有陣時即係當有啲即係藥劑師，佢可以做到一啲幫到病人嘅話咧，咁呢個就係你成日同人哋接觸，所以你就係要揀，寧願做時間長啲，但係都希望幫翻我哋自己嘅同胞啊，我哋嘅華人啊咁樣樣。咁但係其實除咗咁之外咧，唔好講就係講你啦嚇，咁講譬如藥劑師咁樣，我見到啲資料裏邊咧都講會去下譬如救世軍啊，去下一啲嘅護理的地方啊，咁點解要去嗰啲地方咧？點解要去嗰啲？即係點解譬如去養老院啊，或者要去救世軍嗰度？點解會去嗰啲地方度咧？我其實養老院咧係我哋
藥劑師觸及一個很大範圍的一個工作定係工作嚟嘅，因為養老院入邊嗰啲老人家係非常之需要我哋去幫佢分配藥，即係每日食嘅藥，嗰啲都係要我哋做啦。咁退伍軍人啦，嗰度都有我哋藥劑師喺嗰度啦。哦，譬如佢唔會長期嘅，係咪？佢唔會長期喺退伍軍人㗎。佢定係一個份工，一定係喺嗰度翻工咁樣樣㗎。你講緊藥劑師定係啊？藥劑師喺嗰度嗰啲。藥劑師。哦，嗰啲係喺嗰度翻工㗎。哦，即係你可以揀去退伍軍人嘅地方。係啊係啊。又或者揀養老院地方工作。係啊係啊。即係除咗藥房、醫院，仲可以去啲養老院嘅地方。係啦，甚至有啲公司咧就係專門做郵寄服務嘅。點解郵寄好呢？就可能有好多病人都唔明白，佢話點解我去藥房成日都攞唔到藥㗎？點解藥劑師成日同我講啊？我呢個藥唔可以喺度配啊，一定要佢打電話會寄過嚟啊！咁都係生意上嘅問題啦，利益方面嘅問題啦，好多現疏啊，我哋嘅醫療保險啊，佢哋覺得咁樣係會慳到佢哋錢，因為一嚟我哋依家最貴係乜嘢？人手啊嘛，人工係最貴噶嘛，所以可以郵寄嘅時候咧，佢哋保險公司就會慳咗好一筆錢咯。所以係咁個原因，或者會請一個藥劑師啊，喺佢哋個公司入邊啊，專門係準備好啲藥，跟住寄去屋企咁。我諗所以藥劑師如果喺郵遞服務裏邊做嘅話，佢都要檢測呢個人 order 嘅藥係咪啱嘅標籤啊，所有嘅嘢先寄出去。係啦，但係如果啲朋友係有咁嘅需要，都唔使驚嘅喎，因為嗰個藥劑師有責任去解答你所有嘅問題。怎樣解答？通常那些郵寄服務公司呢會有個 toll free number， 即是800啊那些免費的電話，你可以隨時 call 上去諮詢你任何的問題。哦，那變了都可以得到一個專業藥劑師即刻解答你的問題，不過你不是面對面，你是在個電話裡面問他的。那就希望那間公司齊全啦，即是有我們大家認識聽的中文啦、西班牙文啦嗰啲，希望佢哋都有嗰個服務咯。但係會唔會咁多咧？我覺得未必有咯。中文嘅服務，應該依家都會有嘅。係嘛？咁但係就我就未去到即係要郵寄藥嗰個嘅情況啦。咁但我知道好多朋友咧都係用咗呢一個，因為保險裏邊包啦，同埋佢都係鼓勵你去用呢一個方法嘅。係啊，係嘛？平啲，同埋快捷啲啦。按時寄藥俾你啦，會唔會係咁咧？咁可能咧，希望你都得到呢一個更佳、更貼心幫到你嘅服務啦。火鍋專家鍋大爺出品與別不同，食家爭相贊助。極品肥羊 A5 和牛 Mr. Beef 鴨胸味味新鮮，盡在鍋大爺。游水蝦、游水瀨尿蝦、水晶蟹、皇帝蟹、原隻澳洲青面鮑魚、象鼻蚌，盡在鍋大爺。足料湯底、爽滑手打墨魚滑、蝦丸、蝦子魚面，盡顯品味，盡在鍋大爺。火鍋專家鍋大爺在法拉盛王子街39-16G02，電話718-939-3334。火鍋人八大道5306號，電話718-633-5197。營業時間由下午3:00至凌晨2:00。鍋大爺，無論你喜歡做啲乜嘢，都希望同人分享，但係又有幾多人知道呢？各行各业的大小商户都有属于自己的网页，你又拥有自己的网页未呢？做生意要有网页。想問翻轉頭啦，咁你就畢業冇耐啦。咁其實喺呢六年嘅大學生涯裏邊咧，由你幾時開始選呢科？係初中、高中開始選定點嘅咧？我記得因為六年時間啦，都需要啲回憶下。我記得我以前喺高中嘅時候咧，就12年班要畢業啦。
咁我以前嗰個高中就好好嘅，佢就會培訓我哋思想又好，或者咩都好啦，佢就會即係準備諗下自己以後要做啲乜嘢，咁就會派我哋做啲 research 啊，咁我就有機會咧去到我哋唐人街一間藥房度，就睇睇個藥劑師啊做啲乜嘢，咁我自己都覺得幾有興趣喎，因為我自己我媽咪咧係向中國大陸咧係做醫生嘅，所以我從細咧都係對依方面比較有興趣啲，但係我又唔覺得我自己可以做。醫生做醫生點解咧？我都想問下。你讀八年出嚟，跟住又要你爭兩年啫嘛。實習喎。讀六年同讀八年爭兩年。唔得啦！我個腦裝唔落啦，已經。係。我想多啲時間出嚟同大家依度分享下，好都好過。咁啊係，如果你係做醫生嘅話，你仲讀緊書啦，唔得閒睬我啦。係啊，可以有多啲時間做下自己中意做其他嘢咁。但我估咧，即係如果你讀醫生咧。你多啲要去解剖嗰啲咯，嗰啲會即係令到你又卻步咧。除咗時間方面，咁又冇嘅。咁你都幾大膽喎 ？O K 嘅，睇唔出喎。你藥質纖纖，你夠膽去解剖啊？咁你幫人噶嘛？你個初衷係去幫人，你又唔會驚噶啦。所以咧，即係人不可以貌相。啲人見到我咧，即係哇，好似膽粗粗咁。其實我呢樣係最細膽嘅。係啊，睇見你咧。即斯斯文文講嘢咧，又温温柔柔，藥劑師又即係總言之就纖纖瘦瘦咁樣，但係估唔到你咁大膽可以解剖。咁我都係想幫人啫。係啊，唔好講呢樣嘢，講我驚啊！咁但係嗱好啦，咁你十二年班有機會就去到藥房，所以就觸動到你，覺得自己適合。係啦。咁除咗藥房，冇帶你去啲地方去睇？冇㗎，入學嘅時候咧，我就即係對，其實對藥房都唔係好了解，就去咗可能一兩日啊，去睇嗰個藥劑師嘅一日嘅運作係咁嘅啫。跟住之後咧就報讀咗St. John's University， 我哋知道喺 Queens 嗰邊咧。咁St. John's有咩好咧？就係佢一入去咧，你就已經係屬於嗰個學系噶啦，就係藥劑師噶啦。咁六年咧，佢會慢慢咁培訓你成為即係可以藥劑PhD 畢業。其實我哋醫行咧，依家六年出嚟咧係 PhD 係博士嚟嘅。博士係啊，佢嚟得獎啊。或者係十年前啦，就讀五年就未有博士。所以依家花多一年嘅時間出嚟個學業咧就高好多，我覺得依個好吸引到我咯。個鹹頭已經好勁啦 ，Doctor 添。你一畢業嗰日已經喺 Facebook 啊嘛，叫你 Doctor 咁樣叫你㗎啦。大家避免啫。係真係好開心，如果有人叫我做到 Doctor， 我都好開心。但我呢世都做唔到，下一世都未必得啊。咁但係咁，你有冇啲同學咧？十二年班學校會有機會帶你哋，譬如去下消防局啦，去下警察局啦嗰啲咁，會唔會即係等你哋覺得哦，我有興趣做呢一個嘅紀律部隊咁，會唔會嘅咧？你十二年班有好多人唔同嘅選科，唔同嘅興趣噶嘛？係啊，都會嘅。我自己就近咗藥劑嘅方面咯，因為對嗰啲都唔係，即係我講你啲同學，其他啲同學啊，咁即係你個學校都會因為你哋嘅興趣帶你哋去睇睇，然之後就。咦，覺得自己真係幾適合呢一樣喎，咁所以你就由十二年班就已經選咗啦。咁頭先講到我自己讀嗰間學校啦 ，St. John's 啦，唔係唯一間嘅。仲有喺波倫啦，我哋有間叫 Long Island University LIU， 都係咪Brooklyn Bridge 哦 ，Manhattan Bridge 落去。應該係波倫橋，波倫橋一出波倫嗰度。叫 Long Island University 係左邊近住 Decal 嗰邊。係啦，差唔多係。嗰個係 Manhattan Bridge。哦 ，Manhattan Bridge， OK。係啊。係啦。左邊好奇怪，因為喺 Brooklyn 嘅 Decal 就叫 Long Island University。因為佢個總校喺 Long Island。但係佢呢個就分校。係啦，但係藥劑嗰個 program 咧，其實喺 Brooklyn。Long Island 冇嘅，因為我都有犯咗依個錯誤咧，就我報名嗰陣時，我報咗 Long Island University， 但係 CW Post 淨係喺 Long Island 有嘅啫，咁嗰度咧就係冇藥劑讀嘅，所以我最尾咧係冇得揀而去讀咗 St. John's。因為你唔係住嗰區，但係你又讀咗 St. John， 咁都係一個緣分咯，都幾好。我覺得，雖然係即係或者有啲朋友覺得遠啊，譬如或者覺得貴，因為係私立嘅，但係我覺得都值得嘅依六年嚟講。因為我St. John University 咧，呢個都好出名，其實喺我哋即係社區嗰邊嚇，咁就係一個
好多人都係喺嗰度畢業出嚟嘅，我見到都啊學有所成嘅，咁所以其實是一個好嘅學校嚟㗎。係。咁跟住點啊？跟住你大一啦，咁。大一年班。大學一年班，大學一年班咪細路仔唔係根本就唔，其實好多讀大一嘅朋友都係咁嘅，唔係好知道自己要乜嘢。但係青春有咩好呢？就係你一入去就已經係有個目標喺嗰度咯。嗯。但我可以建議一下，如果唔係太肯定你自己係咪要做依行咧，其實 Long Island University 係一個幾好嘅選擇，因為佢唔係要求你一入去咧就係六年嘅，佢係前兩年咧係讀咗啲 prerequisite， 即係。普遍的 chemistry 啊嗰啲，等你認識一下自己究竟是咪真的要考呢一科。係啦，兩年讀完之後咧，先至要考一個試。先至你考完呢個試，先確定你是咪真的行呢一條路。如果學校接受你的話咧，你就入去做藥劑師、藥劑學的朋友。嗯，咁但係你去咗聖 John 咧，就變咗你一入去已經肯定是行呢條路啦。係啊係啊，咁樣就六年時間，眨下眼又過咗啦。咁六年裏邊又？初大一的時候就大家都是傻傻下，未係好清楚。跟住讀下讀下就知道自己真係揀啱咗啦。係咯。嗯。第一年同第二年咧，可以講係比較輕鬆啲啊。跟住真正到咗學藥劑嘅時候咧，第三、第四年啊，跟住就開始好吃力。跟住第五、第六年咧，我哋就會出到去社會啊，去見多啲病人啊，臨床實驗會多啲。經驗會多啲，咁即係六年裏邊中間嗰段時間係最辛苦，因為可能你未曾好熟習嘅時候已經過咗啦，咁啊到第三、第四年咧，又已經好多嘢一定要吸收啦，就應付緊第五、第六年嘅嘢啦。係啊，就第三、第四年咧就要將書本所有嘅嘢其實都要學曬咁咯，跟住第五、第六年咧就攞佢去用。哦，咁其實都係第五、第六年當係一個係實習嘅日子咯，係咪呢兩年都係主要係實習嘅？係啦，跟住第六年讀完之後咧，又要準備考試咯喎，唔係一畢業出嚟就可以做藥劑師嘅噃。咁如果考試肥佬點算？唔緊要嘅，呢個有好多機會嘅。哦，再考嘅可以。可以再考嘅。嗯，咁但係咧就即係六年眨下眼你就過咗啦，因為著住一件咧，即係我覺得如果我有機會著住呢件袍咧，白色嘅時候。你今日都係著白色啫，冇嘢。是但我哋下一集俾阿子清可以試著喺件衫咩感覺。O K， 唔需要。話呢個係一個身份嘅象徵嚟嘅，即係值得係回憶同埋尊重咯。嗯。我从事演艺事业已经超过两个十年，从籍籍无名做老人家到猪八戒到柴狗等等为人熟知的角色，这段日子我体会到无论做人做事都要讲实力，有实力再加上努力，与时并进，方向正确，肯坚持就会做出成绩，你就会成功。艺视眼镜见证你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切，想食碗新鮮好味嘅日本拉麵啫，排都要排成個鐘，唔等啦。唔好咁猛啦 ，baby， 我親手煮碗正宗嘅日本拉麵俾你食啊。嗰啲日本拉麵邊好食噶？除非，除非係真味嘅新鮮日本拉麵啊嘛，三種傳統口味，一包兩份，由我親手煮俾你食，你一碗，我一碗，使乜排隊啊？哇，無論係豚骨、味噌定係醬油口味都咁傳統、咁好食。我哋快啲翻屋企煮真味嘅日本拉面啊！真正传统日本风味，真味新鲜日本拉面，幸福家庭有真味。好啦，我哋翻嚟最后一节，安楚同冯子晶喺度，继续讲埋我哋头先。是很開心的考試的問題、嗯、一講到考試大家好像就驚驚地的，不是的，我們節目叫做若有所益嘛、okay. 那你讀完書之後呢一定要考試的、嗯、那考試呢個人來講我考試就很渣的、哦、都是不是嘛，是真的，但是呢我就很勤力的，但是勤力
同考試嘅成績唔成正比㗎。冇辦法去比，特別係依、這個license 依個試咧。講下，我唔想嚇驚大家啦，但係都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啦。你考依個試咧，唔係一個試嚟嘅，係一個 license， 但係你要考三個試。哦，咁其中有一 part 咧，如果你唔好彩爭兩三分咧，就要等半年。爭兩三分啊，其實幾多分？即係你冇 pass 啦。OK， 咁幾多分叫做合格先？75叫合格。就 pass 啦。就 pass。即係可以話係 pass or fail 啦。你如果唔達到75咧，你就 pass 唔到噶啦。咁如果嗰一兩三分係邊度會有機會扣咗咧？即係譬如係你答問題，我就好膚淺啊！我讀書就先生就咁樣扣噶嘛，你呢度打得唔好，唔完美，佔十分嘅，佢可能扣你兩分，咁扣嚟到變咗總分噶嘛。係啊，就係咁扣咯。你唔知佢扣邊度㗎？因為我哋其中一個咧就叫 compounding 啦，即係譬如整藥、整嗰啲 IV 嗰啲針，或者係我哋平時開嗰啲膠囊啦，都要整噶嘛。咁你可能依度整得唔夠好，依度整得唔夠乾淨，或者你計數分數，你計嗰個份量又爭少少，咁儲埋就唔夠分數去 pass。咁因為依個試咧係真係一年得兩次嘅啫，一個喺1月份，一個6月份。哦。係啦，跟住另外仲有一個試咧，就係要考你關於法律問題嘅嘢。法律都要讀㗎？係啊。藥劑都有好多法律㗎，因為我頭先講到我哋有好多 liability 啦。藥房嘅即所有嘅管制啊，咩藥係管制啊，嗰啲都係屬於法律上邊嗰啲都要。即係我明知之舉，我唔讀，因為我冇知識。哇！你話嘅藥就話膽固醇後面有幾個英文字啊？呢個膽固醇，哇！連你法律都要讀埋，所以讀律師嘅真係好叻喎。係啊，咁多嘢要知道下咁樣。讀律師咧就要把口都好叻嘅，我哋依啲就係識嗰啲法律就得㗎啦。即係你自己唔好去犯，咁我哋唔需要同人哋去討論呢啲問題咯。冇錯，你自己知道個guideline喺邊咁嘅意思係嘛？係啊，咁最後一個試咧就頗為大啲嘅試，就係考你所有關於藥劑啊、身體啊、人體個常識。哦。乜都要識，哇！咁所以其實一個藥劑師等於係我哋本身每個人有啲咩狀況啊，咁大概你都好有呢一個醫生嗰個嘅常識噶咯，醫生嗰個學歷噶咯，等於就未到醫生嗰個階級嘅，因為我哋唔需要去做太多臨床啦，因為你可以揀去跟住你6年讀完之後考咗牌繼續讀。就是醫生的科是的就臨床方面會比較多你如果只是做 retail 啊即是平時配藥那些呢就可能不需要太多臨床的那個呢你就讀完6年之後考了個牌呢就可以做的了那你現在就是讀完6年考個牌那個其實讀完6年呢你都就不是叫藥劑師叫藥劑的博士都很好聽的這個名字藥劑博士，所以係需要 doctor。咁但係而家有啲人叫藥劑師咧。我應該係藥劑師係咪一個統稱？統稱嚟㗎，係啦。因為以前啲人講啊嘛，要揾三師做對象啊嘛，律師、醫師同埋律師、藥劑師同埋會計師。咁醫生咧？醫師應該藥劑師冇喺度嘅。嚇，總言之，乜師都係好噶啦。藥劑師應該未去到嗰個 level 嘅。但希望咧，我哋依家學校啊，或者所有方面啊，做得越嚟越好咧，就將我哋嗰個層次都提高啲咯。係，起碼個 title 都唔同咗啦，係嘛？讀6年啊，呢個 doctor 嘅 title。咁譬如話，OK， 最後呢個咩都要概括嘅。係。人體方面啊，咁樣嘅身體，咁變咗。fail 咗點啊 ？fail 咗就再考考咯，係繼續補考一個試咧就要等6個月嘅，有一個law 嗰個法律咧就等1個月，31日，跟住有個常識啊藥劑常識嗰個要等3個月。哦。跟住到你3個都 pass 咗啦，咁個紐約市咧就會頒個證書俾你啦。哦。咁嗰陣時你就叫做係有牌嘅藥劑師。有牌藥劑師，咁譬如咁講。你75分第一個講啦嚇，75分叫做 pass。咁但係你又唔知道自己坐喺邊度，咁會唔會有人話俾你聽啊？
唔會㗎。咁你如果再補考，你都唔知自己衰喺邊一度。就係你未夠好咯，各方面都要再修補下咁。就當自己樣樣都唔好，邊一項都要做好佢咁樣。係啊，因為嗰個試其實都係量身訂做嘅，你每一次考其實都唔同嘅。係你睇你量身訂做咧？就譬如你答第一題啦，答啱咗，你第二題會難啲。就會咁樣漸進上去咯，或者你第一題答錯咗，第二題就會容易啲，所以你根本就唔知佢出咩題。冇咁得意㗎，係啊，即係冇得話，我上次 fail 咗，今次再輪咗六個月之後再考過，唔係同一樣嗰啲題目。唔係㗎。哇！所以你話同你講邊度錯都冇用，因為下一次可能都唔會出嗰啲題。就嗰本書咁厚，嗰本書重新再讀。真係咁厚？真係咁厚㗎。你講個差唔多六八寸六寸，真係咁厚噶！哇！但係所以啦，讀得書嘅朋友咧，真係好堅毅啊！因為其實唔係簡單啊，讀六年啦，咁你實臨牀經驗完咗啦，仲要真係要考試咯。係啊！咁真係好佩服大家。咁如果你真係有興趣向藥劑咧方去行你以後嘅路嘅話咧，就唔好驚，因為既然你呢個藥劑纖纖嘅女子都可以做成一位藥劑師嘅話咧，即係好多人都可以。係啦。係，反而我呢啲咁樣大大隻隻嘅咧，就未必得嘅嚇。我真係覺得值得，即係花六年嘅時間，跟住之後咧就前途一片光明。係啊。因為最緊要人工仲好好嘅嘛。嗯，可以咁可以。好可以 OK 咁啦，所以佢就話請我食飯咧，我由得佢，因為佢揾錢多過我啊嘛，真係啦。點會？一定多我。咁嗱，記住啦，如果你嘅子女係真係要考讀藥劑師嘅話咧，多啲鼓勵佢。係。係啦。考完可以再考嘅，唔驚。六年係值得嘅，係嘛？係啦。安坐同講㗎。同埋覺得依家啲小朋友，已經唔係小朋友嚟㗎啦喎。係。即係讀大學。依家越嚟啲人咧越嚟越叻啦，所以讀六年咧唔係問題嚟嘅，係啊，大家都可以做得到。繼續住，留意住我哋嘅若有所益。係啦。咁以後咧，每一次咧，安坐同都會講好多關於喺藥方面啦、病方面嘅嘢嘅。下次見。下次見。拜拜。有着数啊！快啲攞部手机同我一齐去美颜坊攞资生堂激活肌肤免疫力精华 sample 啦！真系咁着数，资生堂激活肌肤免疫力精华唔系平嘢嚟噶噃，而且好适合我哋东方女性皮肤，我日日有用噶，免费攞嚟旅行都唔知几方便。系呀，只要去宝禄伦二十大道68街606号嘅美颜坊，扫一扫个微信 QR code 就有一份啦！快啲攞埋个智能手机啊！啱晒，我顺便买啲资生堂 Shiseido 护肤同埋化妆品先。咁喺宝禄伦二十大道606号美颜坊见啦！火锅专家窝大爷出品与别不同，食家争相赞助。极品肥羊 A 5和牛 Mr. Beef 鸭胸味味新鲜，尽在窝大爷。游水虾、游水濑尿虾、水晶蟹、皇帝蟹、原隻澳洲青面鲍鱼、酱炖蚌，尽在窝大爷。足料汤底、爽滑手打墨鱼丸、虾丸、虾子鱼面，尽显品味，尽在窝大爷。火锅专家窝大爷在法拉盛王子街39-16号 G02，电话718-939-3334。宝罗伦八大道5306号，电话718-633-5197。营业时间由下午3点至凌晨2点。窝大爷。